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是2019年1月3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11月28号。那么这个1月6号呢，星期天呢，就是腊月初一了。希望大家多念经。这个几天功夫，人家最好玩的就是在年三十，在这个12月30号的时候，就说哎呀，我们明年见了明年见。实际上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时间呢，像一年一年都过得这么快。一年一年过得这么快，每一个人生啊，实际上都是应该在觉悟当中度过，而不应该在迷惑颠倒愚痴当中度过自己的余生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你好，你好，师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真是打死了！谢谢观世音菩萨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我今年我那个19年出生的，属牛的。19年出生，我看一下19年出生，我看一下，属牛的。老妈妈，你想看什么奖吧？你先给我先看看那个佛台，我找见那个你去年了那个观世音来的佛台，你给我看看。我看看啊。老妈妈，你记住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妇科不好，然后呢？有肌瘤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呢，你所以听得懂的所以你的小便特别多，对对，小便就是不好，小便你知道，只要在这个子宫里边，如果有一个异物出来，它就会一直刺激，刺激它的边上的这个细胞和它这种敏感的部位，所以它就一直想小便，所以你要记住了。你要多吃一点那个良性的东西，良性东西不能让它长大。哎呀，我吃良性东西，你咋不一吃了啊？多吃点良性东西去好。所以呢，这就是麻烦。所以中医为什么要调理，又要让你？那么老妈妈，我就举个例子啊，你比方说你吃良性的东西太凉，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吃点中性的东西来补一补啊？对不对？你比方说，你刚刚喝了一碗热汤。对不对那是肚子很好，刚刚热汤，这个肠胃还暖的时候，你可以吃一些凉性的药，这样的话就变成中性了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呦，我这胃不能吃冷的，那么你的冷的东西就一点凉性的药都不能碰了，所以要学会中性。而且我到医院检查，而且说是我那个尿道发炎的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看是因为我看你在这个整个这个边上两边呢，都有一粒粒像很小的那个一颗一颗的像颗粒状的这个东西，这是我现在看见。在过就是了，不在那个子宫。对对对，就是一粒粒小的这些东西啊，让你啊就是容易发炎，明白吗？对对。你想想看，它这个一个是刺激你经常要小便，第二个呢，你有时候呢小便会痛。明白了吗？对，老妈妈，我前两天我倒是发炎了，上火了。老妈妈，你记住。师傅，你给我好好看看佛台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小便发炎不是个大事情，你要记住，你外面洗澡是洗身体，那么我问你，你身体里边的洗澡应该是用什么呢？你要喝大量的水，白天呢，要喝大量的水。晚上呢，你就少喝一点。我倒是卡那个汗水了，我就是个小便不痛快，我卡那个汗水，一不汗水到小便就流啥的，就好像不痛快。对呀、所以你要是多喝点水的话，喝点茶，有的茶呢是通利尿消炎利尿，然后呢清火的，这些茶对吧？你喝一下之后啊，你真的小便非常畅快的，老妈妈。都喝点茶去喝，我就喝白水，师傅。要给我看看佛台。我已经在帮你看了，就是边上有很多一颗一颗的像颗粒状一样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我想看看我的佛台了，我找见观世音家里的佛台呀。你说要看妇科还是叫妇什么妇什么？你说。看佛台，看看佛台。佛台，哎呦。现在要看佛台了。刚刚是看妇科，你讲话一个天一个地的，我搞不懂了。好，我给你看佛台啊。
你主人是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那个啥子老汉是那个11年的，我是那个19年的，19年出生。我告诉你，你在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呢，你好像拜观地菩萨的，嗯。我到跪了15、16年佛了，我在这样8年了，好像是2年也没有见师父指挥，我就该挂秋假时，该那个秋假就啥就。你要是心灵法门了，该过求家练的佛台。嗯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过去放过一个小神台，你现在啊放供观世音菩萨，现在还可以。哦。观地菩萨一直来护持你的，嗯，观地菩萨。观地菩萨啊。还有啊，还有观世音菩萨帮过你两次。哦。帮过你两次，哦、你有两次，有两次身体不好。一次是腰、哦、腰很不好，你的腰有一次直不起来了，嗯。哎，对对，我腰就是不好，我腰键盘突出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腰就是腰不好，腰键盘突出，观世音菩萨来帮你，否则你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听得懂了吗，老妈妈？哦，好吗？嗯，其他的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继续好好的拜，就是佛台下面要辟块桌围桌子啊。要拿块布把它围起来、哦、好吧，嗯。我师傅，我佛台上头，佛台我那是有个那个托那个师兄来一个我练的好布置的。你说你佛台上有个什么，我听不懂啊，嗯。底下置的了，拿好布，拿好布置，拿好布置的了。哦，你说拿布遮起来的。哦，遮的了，拿好布遮的了。啊，那应该没什么关系了。我现在看应该上面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桌子下面那个佛台那个桌子布要稍微要围一下，好吗？哦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师傅，嗯，是师傅，我那佛台我正面立的，我一线天的佛台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在侧面。你要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当中啊。听得懂吗？哦，八块石油菩萨放在正面。啊，你现在是放在偏左了呀，我看到偏左面。哦哦，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哦。好吧，放在当中，好吧。哦。嗯，好了。哦。你自己就是一个妇科当心，还有一个关师傅关节当心。师傅，看看我这个是有灵性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啊，49年属牛的。啊，你掉过孩子。一个走掉了，还有一个，嗯，啊，还有一个了，哎，还有一个，嗯，念27章，27章小房子，哦，好吗？哦，对，念27章小房子，哎，哦，好吗，老妈妈啊，自己多保重，哦，自己多保重，一定要注意，谢谢了，谢谢师傅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啊，一定要注意关节，谢谢师傅，一定要注意关节，哦，啊，关节很重要，好吗？哦，对对，我关节就是不好，啊，关节就是不好，要改呀，啊，嗯，哦，再见再见，哦，好，再见。啊，哦，谢谢了，谢谢师傅，啊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再见了，嗯。嗯，人生啊，真的不容易啊，要帮人家要全心全意的，而且要不能有任何目的的去帮助别人，啊，否则就不叫纯善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师傅。你好。师傅新年快乐。快乐。一直给师傅和观世音菩萨请安，请师傅等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师傅你好，一直给您请安了。啊，你好。嗯。师傅辛苦了。啊。师傅，嗯，您帮我看一下一个63年的兔子，我自己，我最近身体非常不好，我不知道是身体问题还是身上有灵性。63年的。63年的兔子。啊，你的精神上有问题的。嗯。情绪上精神上有问题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，师傅。你有点贪呢，嗯。对，师傅，啊，对，师傅。你不可以这样的，嗯，你贪过头了，我告诉你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有你精神上引起了你的身体不舒服，嗯。嗯，最近一直看，哎呀，怎么也是不舒服，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啊，你记住了，心灵最重要，一个人的心灵一贪，马上就出事。你觉得这是很正常的。我告诉你，就叫贪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师傅，对您说的对，要改的，要彻底改。好，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您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几几年属什么？63年的兔子。啊，肠胃，在肠胃这里。嗯。嗯。
肠胃不好，最近不舒服。对对对对，师傅。就在肠胃这里有灵性啊。啊。34张小房子。好的，放生呢？放生250条。好的，师傅，我业障有多少？63年的兔。嗯。哦，你最近生得很厉害哦。你上次好像。嗯，我给你看过没有？24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你看看现在，对对对，现在已经升到32了，要命了！哇，你想想看了，你业障如果升得这么高的话，你一定身体不好的。嗯嗯，对，好的，师父忏悔，好好。你要忏悔，真的好好忏悔，嗯，不要要求太高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婆婆也 是的也是很麻烦的，嘴巴过去很不好，明白吗？嗯。左要求右要求，学佛之后要每天要对自己要用菩萨的境界来要求自己，听得懂吗？好的好的，师傅，好了好的，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住在这里观塘特别远，我跟我孩子商量，我说把这房子卖掉，买到观塘稍微近一点的，开车半小时就可以到观塘的地方。对啊，我这房子2月2号拍卖，我不知道结果是怎样，师傅你帮我看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件事可能造成我贪了。我就问你，你现在还要贪贪什么？你到底想去观塘近一点，还是想多卖几个钱呢？没有没有，师傅，好了，我就想把这房，我告诉你，多卖1万2万都没有什么意思的。你要心为了菩萨找近一点观音堂的话，你就没有必要再去挂碍这些事情。哦，问题出在这里。听得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讲老实话，1万2万也吃得光用得完的，有什么意思了？好的好的好的。讲老实话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房子以后升值，你怎么不讲的？你过去的房子现在升值升了这么多，你怎么不讲的啦？嗯，对的，师傅。良心啊，这个贪呢，就是。明白了吗？对的，师傅忏悔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好了，好了，再见。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，好，我好好忏悔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好，再看一个吧。嗯，只能拖点时间了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哎。喂，师傅，你好。赶快啊，抓紧时间。弟子给师傅请安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啊。喂。啊，讲吧。嗯。啊。啊，首先祝师傅新年快乐，2019年全球弘法顺利。啊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师傅帮看一个，1989年属蛇的。1989年属蛇的。啊，女的。1989年属蛇的。好了，看到想看什么讲吧。看他的业障比例，还有你说他修，师傅之前指出他修心有问题。修心就是有问题啊，现在业障还是很重啊。啊，讲给你听，吓一跳，42。啊，4次2是吧？啊，他最近做了一件很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。最近。啊，叫他自己去忏悔吧。好的好的。3个礼拜之前。嗯。3周以前。哦，知道。惹灵性了，惹灵性了。嗯。哦。嗯。他蛮发心的。那他莲花有没有问题？他莲花编号是7204。莲花还在。他最近动了，哦，我就讲给你听，嗯，你去告诉他，嗯，他最近动了一个烦心了，好了。哦，烦心，因为他菩萨给他很多开始投资，对，做他事情。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菩萨给他很多开始，有过，嗯，但是很多后来他自己去要求看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哦，他嗯，我知道，我当时还听懂。听得懂吗？走偏了。听得懂。怪不得上升了这么厉害呢，业障。哦哦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已经功高我慢了，觉得人家都来求他了，脑子坏掉了。哦，浆糊了。浆糊能开始一下具体是哪方面吗？就是给人家，人家叫他看什么看什么，他就告诉人家菩萨说什么，菩萨说什么，不能讲的，讲的太多不好的。你记住，哦，偶然的菩萨到你耳边告诉你一些事情，那是菩萨的开示。如果过头了，嗯，你自己去问，那出来一般的。都是可能过路神啊，很多仙人呐，啊，嗯，他都可以跟你讲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好了，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最后再看一个92年属猴的男的，还可以啊，挺好的。他就是梦见他们家那房子有很多药精子，然后他写信跟师傅，师傅说让他好好念习小房子，好像有100位药精子好像。那是他上辈子的。嗯。哦，就是他这个是必须要还的债是吧？这是上辈子人家来盯他的，他上辈子我看他好像是开过火车吧，把火车开翻掉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嗯，他你不信了，你问他了，他对火车特别懂，很喜欢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到时候问他。嗯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那他莲花是2947，2947还有吗？2947，在零
在2097，2097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。2097。嗯，还在，还是蛮努力的。是，他努力是努力的，嗯，他只是他的业障到了，上辈子的业障到了，没办法。对对对，他很努力的。好吧。师傅帮看一个亡人，姓黄，草头黄，然后翠是那个翠是翠绿的翠，芳是那个芳草的芳，黄翠芳。几几年过世的？今年10月7号，今年10月份。不行啊，改阿修罗。嗯，阿修罗是吧？不是太好的。今天阿修罗不是太好的地方。哦，不是太好，那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最少280。280。他业障很重。再能看。他业障很重。哦，嗯，好的，师傅，能再看一个郭氏友吗？郭是那个姓郭的郭，氏是战士的氏，友是朋友的友。男的，女的？男的。男的。嗯。什么时候过世的？2016年10月份。恭喜他了，这个人已经在天界了。师傅，他在哪个天呢？玉界天。嗯。感恩师傅，这是我父亲，因为当时我，啊，很好。当时我父亲是因为自杀走的，师傅说师傅上不去了，然后我就跟你师傅开始我发了大愿，然后我告诉你，你帮他背了很多，听不懂啊？啊，我知道，对，我，哎，我是师傅，师傅帮我讲。你把你爸爸抄上去了之后，你自己倒了很多霉，不知道啊？我知道，我肺部，因为我父亲也是肺癌嘛，我肺部有一个肿块，师傅让我好好消。现在知道了吗？师傅话，我告诉你，都要背的，没有办法的。嗯，好吧。我还要念小房子给我父亲吗？不要了，可以的，很高了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师傅保重身体，我们爱你。好，哦，谢谢，再见，师傅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